现在从某个意义上来讲，我很多其实在倒退，先进就是在侵略别人嘛，就是在啊，就是在争夺掠夺别人嘛，这叫先进，这叫文明嘛。不能够把掠夺啊，把侵占别人的财富看作先进，先进的方向是应该互助啊，应该相互帮助，特别是强者要帮弱者，这才是先进。啊，不能够说强者去欺负弱者，啊，强者去占领弱者，啊，所以这样的文化怎么行呢？让大家能够认识到，人类跟动物的区别，啊，就在于，啊，一个是竞争，啊，弱肉强食；一个是不是一个互助，一个是要强者去，啊，帮助弱者，否则弱者。